做咩事啊 ，Wingy？ 我扭亲只脚啊，咁我谂住攞铁打走嚟捽下咯。其实就唔应该用铁打走嘅，不如我教你一个正确嘅处理方法啊。好啊。喺脚寡急症扭伤嘅时候，可以利用 Price 呢个方法去处理。第一系 Protect 保护，避免脚寡嘅关节再度受伤。我哋可以用绷带加以保护。第二 ，rest 休息，停止喐动，令到受伤嘅部位可以休息，减少进一步嘅伤害。第三系 ice 冰敷，喺受伤嘅位置要降低个温度，避免发炎嘅反应或者系肌肉嘅痉挛。每次冰敷嘅时候，我哋可以每隔一至两个钟头，每次大概系15至20分钟。在期間要不定時咁樣掀開，檢視翻有冇凍傷。四 compression 加壓，我哋可以利用彈性嘅繃帶包住腳寡，減輕腫脹。五 elevation 抬高，可以將腳抬高，高過於心臟嘅位置，增加翻靜脈同埋淋巴嘅回流，咁樣就可以增加復原嘅速度噶啦。要盡量俾受傷嘅部位休息啦，同埋要避免傷勢惡化再造成更多嘅傷害。尤其是喺受傷之後嘅48小時，受傷嘅部位咧有機會會紅多啲啊，或者係腫多啲。呢、這個時候咧可以喺患處咧敷冰，每次敷冰嘅時間咧大概15至20分鐘，記得唔好熱敷喎。用繃帶固定咗傷患嘅地方咧，記得留意翻唔好太緊或者係太鬆。如果痛楚加劇咗，記得盡快去就近的診所或者急症室求醫。